喂，大爷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都冒到十次了，11点吗？不是，哟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到，马上到，啊，好。不好意思。 迟到了8分钟，严格来说应该是8分55秒。你们搞金融的就是爱较真儿，我昨天晚上……别说了，我觉得最无聊的事情就是听一个迟到的人解释他为什么迟到。好，不解释了，请喝茶。这是你第几次相亲了？娜娜记得住啊？我觉得。 如果你只是对你好朋友好心的一种误解而敷衍了事的话，你没有必要来这里跟我相亲，因为这样很浪费我们的时间。不好意思，，什么？给我盯紧了，我马上到。哎。 你自己好好的数一数，你这是第几次被人家投诉了？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呀！你抓犯人也有在确保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呀。他可是 A 级通缉犯，我们已经抓了他8个月了。如果这次再让他溜了，那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。行了行了，想给什么处分，随便吧。到反电信诈骗大队报到去吧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局长办公会定的。 暂时调离重案大队，换个工作环境，对恢复你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有好处。那你们直接说我因为接连犯错被调职了，不就得了吗？你应该知道，那个案子一直是我心头的一杆刺，不拔出来，我心里一直在疼。这件案子就交给别的同事去办吧。
到反电信诈骗大队，好好发挥你的智勇双全去吧。别讽刺我了，反电信诈骗那叫办案吗？李局大妈被骗了200元的电话卡，还是工信局中奖了，骗个几百元的零奖税，那叫案子吗？看来你对电信诈骗案件的重要性还不了解啊。我想都能想得出来。 不是我说你啊，恰巧不言。哎，这是大雁托人在国外给你买回来的治疗失眠的药，这还差不多。别忙了，去报道啊。他的情况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，暂时没有醒来的迹象。 新加坡款姐重金求子，款姐遭受情感打击，对婚姻失去信心，欲生养小孩弥补空虚，如男方能令她怀孕，愿意支付人民币100万元作为酬谢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哎，你好。 我看到了你们的广告，我身高1米78，本科学历，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我特别有气质，个这里是中介公司，感兴趣就填张表，想报名的人很多，能不能选中就看你的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李总秘书，您的条件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，基本符合我们的要求。那太好了。但是在我们合作之前。 您需要先支付清500元的中介费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没问题。你还这么年轻，有什么想不开的？有事下来慢慢说，别激动你。你们别管我，你先下来，别激动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我要掉下去。 小子，别冲动啊！小队，杜文报道。杜队，欢迎你加入反电信诈骗大队。以后不要再叫我杜队了。这个人怎么了？他是公司的财务主管，接了一个短信被骗走50万，想不开要自杀，一个短信50万，对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对方说他银行卡的电子密码需要失效，需要升级，他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，50万就进了对方的账户了。每个地方可以上贷款，门窗都被他反锁了。 通知消防部门，在最短的时间里扑上劫匪。是，帮我拿一下。好。哎，杜队，杜队，这不是咱们局里户口表上落不下的杜文吗？怎么掉到咱们队了？大材小用啊！就因为1年前那个9/17电话亭凶杀案，疑犯现在还在逃呢，他整个人都颓了。这是局里的决定。可以了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哎，给我张汇款单。哦，好。 先生，请问汇款的人您认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善意提醒一下您，汇款我的事还挺多。
全没了。钱没了可以再赚呢，你人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你说的倒轻巧，那不是五十块，那可是50万啊。我还不是一死百了呢。50万啊。喂，小黄刀，你干嘛呢？跳，你别过来啊。下面正好有气垫接着呢，也练练你的胆儿。不要过来，你要过来我真的就跳下去了。跳，不要逼我。我就逼你了，是爷们吗？你现在给我跳下去。你行啊你啊，这刚刚挑战还不到半个小时，你就给我惹这么大的麻烦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反电信诈骗大队，不是重案大队，你得给我好好改改你的工作作风。我是武将，你们非得让我当文官。小队，你干脆跟张局说说，就是我算了。我们缺的就是你这样文武双全的人。我们正在组建反电信诈骗三中队，给你派2名得力干将。吴飞到。吴飞是学计算机专业的，能文能武，有什么脏活累活你尽管吩咐他。杨小美到。杨小美是警官学院的高材生，咱局里啊屈指可数的几个硕士生之一，反电信诈骗案件的精英啊。哦对了，你们刚才已经见过了。杜队好。你别听肖队夸我，我其实就是肚子里的理论知识比较多，以后在实践当中还得多向杜队学习。张局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你得给我好好的表现。是。好，你们俩也去忙吧。是。是。老肖啊，杜文这个人啊，情况有点特殊，你得多费点心。我明白，放心吧，张局。哎喂，8800块钱我已经打过去了。为了对李总的孩子负责，我们将对您进行营养配餐，李总愿意支付一半的价钱，你只需要支付剩下的10800元就行了。哎呦，这有点贵啊。那我也只能帮您到这儿了。你再过点时间，再过点时间，我去想想办法，好吧？接一个电话，一个短信，就把周瑞清骗走50万，犯罪分子也太爽了。杜队，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，把您从血淋淋的重案组调到我们这儿，您一定是觉得局领导杀猪却动用了您这把宰牛的刀。不过今天这事儿您也看见了，电信诈骗绝对是没有硝烟的战场，不亚于你们重案组的大案要案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帮人，他们都是有预谋、有计划的，这些都是他们的台词和剧本。这些垃圾短信变得多幼稚。我也经常收到，但是随手就上了，怎么可能有人相信呢？那是因为你不是他们的目标，他们会故意的过滤掉大部分人，只留下很小的一部分重点发展，搞到对方的详细信息，利用恐惧心理直击对方软肋。心理学研究的不错呀。那当然了，就拿今天这个案子来说吧，周丽清接到短信说自己银行卡的电子密码器已经失效，需要升级。骗子说自己是财务监管部门，要周丽清提供详细的信息。周丽清按照对方的操作，这50万就进了对方的账户，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提现。那不是有联系电话跟银行卡号吗？那些电话都是不记名的，有的是网络虚拟电话，有的是干脆用改号器任意更改号码，根本查不到。还有那些银行卡都是他们用那些买来的身份证办的空卡。那不是很难得到有价值的线索？是啊，
杜队，你以前接触的案件都是有犯罪现场留下痕迹和线索的，电信诈骗都是远程的、非基础式的，很难侦破的。这么看来，所有上当受骗的，不是栽在窃子上，就是栽在摊子上。又来个报案的。我被那个无抵押贷款的一广告给骗了，说说情况。我想借10000块钱，我提供了我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家庭住址，还交了120块钱的报名费、180块钱的保险费，外加20%的利息，2000块钱。那你怎么不让他们从贷款里扣啊？看他们怎么说。哎呀，我跟他们说了，可是他们说，手续费可以从贷款里扣，但是利息让我先给他们。可是等我一打过去，他们手机就关机了。还好，不是太多，就当买个教训吧。哎呀，好多钱呢！到底多少钱？涛，他都说了2000块吧。没问题。好几千。你不说实话，还来报什么案？小杨，查查他的银行记录。是。等等，我说，我一天被骗了2次，一次是无抵押贷款，还有一次呢？重金求子。什么？哎呀，就是富婆花钱找男人给她生孩子。行，查查这个人的资料。好，涛儿，来。周立清收到的短信是通过群发器发的，服务器可能在境外。重金生子案的电话是网络电话，服务器很可能也在境外，但是他们显示来自同一个 IP 地址。那说明他们之间有联系啊？也不好说，因为服务器两跳了。什么事两跳？就是经过两个服务器中转，查不到真实的 IP 地址。哦，我说的境外也只是初步的推测。太巧了。嗯。小杨，那个重金生子的广告还在不在？早变空号了。不过我查了上千个弹出广告，其中有一个和重金生子的出自同一个 IP， 就是这个。招聘话务员，有没有问题？问问就知道。你好，我在网上看到广告，你们要招聘话务员。杜队，你说真有可能是诈骗团伙在招兵买马吗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你这是侦破重案要案的惯性思维。怎么，不行吗？行，当然行。你信号了吗？信号这儿了。我可以出发了吗？可以。别如临大敌，放松着。嗯，都行。杜队，我这算是卧底吧？算。金连长，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小杨都进去5分钟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他是去应聘话务员，又不是去多销的老巢。再等等。完成任务。哎，窃听器怎么一直没声音呢？刚才太紧张了，我给忘了。嗨，说说里面的情况。他们是一家电话直销公司，招话务员打电话向顾客推销产品。不过公司有规定，不能回家，统一提供吃住。话务员也不是什么保密工作，不至于吧？有点意思。哎，你们以往办这种案子都是什么套路？根据嫌疑人的电话记录、银行记录查找线索。顺藤摸瓜，摸得瓜呢？摘还是不摘？当然摘啊。那就好。小杨，你去应聘话务员。头，你真的让我有无间道啊？凭我的直觉，这家公司肯定有问题。
卧底不是演戏，没有导演替你喊卡，遇到事儿更没有人能帮你，甚至还有生命危险，你不怕吗？你已经开始怕了。我行的，杜队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你得请我吃饭，压压惊。没问题，小吴，选个地儿。好。但是我晚上有个约会，你们去吧。好吃吧？嗯，好好吃。明天早上起来，我肯定胖2斤。没那么严重吧？哦，对了，关于卧底的事儿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，不急着答复我。没什么好考虑的。你不和家人商量一下？我家人都在外地，跟谁商量啊？那你最起码跟你男朋友商量一下呀。我男朋友还未成年呢，用不着跟他商量。真的假的？未成年啊？你怎么什么都信啊？哎，八卦一下，你家我嫂子是做什么的？你没嫂子。单身啊？那你说，咱们做警察的，找个同行好不好？你以为咱那些女同事都傻呀？找谁不好？找个警察。那也不一定。小伙子，醒醒！麻烦你让一下。你是杜文？人不大，口气不小啊！我是杜文，你是谁啊？我是你儿子。开什么玩笑？我还没结婚呢。哦，那你就不是我妈说那杜文。哎。你妈叫什么？进来。哎呀，我妈怎么能够忍受你这么邋遢人？你没资格评价我。脾气果然够臭的。我警告你啊，说话客气点。我把你叫回来是因为你未成年，怕你上当受骗。毕竟我是警察。如果你要是不打算认，我就别装好心。你信不信我现在立马把你赶出去？I'm very disappointed. 别说美国话，听不懂。你妈到底叫什么 ？Janice， 中文名。我妈已经十几年没用她中文名了，很土的，叫周秀云。她在哪？找上帝去了。胡说什么呢你？这是她的死亡证明，还有她给你的亲笔信，你不连她的笔迹都忘了吧？你以后能不能不这么玩命？我是个警察，抓犯人是我的职责。你有你的工作，你也有你的生活，你能不能为我想一想？咱们俩在一起的第一天我就跟你说了，警嫂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就当你是为了我，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想想行吗？你怀孕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现在说来得及。你想威胁我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有一次去美国留学的机会。如果你放弃警察，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一起生活。不然我会打掉孩子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秀云，你凭什么私自生下孩子？谁给他的权利？还有你，你凭什么拿着这么一张破纸就让我相信你是我儿子 ？You are so bad。哎，等等，站住！周秀云的儿子，站住！你说什么？对不起。哎，今天晚上你就睡沙发上吧。
我不叫爱，我有名字。那你叫什么？今年多大？住哪？你能不能换个语气说话呀？不要让我觉得你是审犯人 ，OK？ 那你做个自我介绍。我叫贾斯汀，今年16岁，之前家在美国，妈妈走后就没家了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是有底线的，如果你要是总像审犯人那样对我盘不休，我就离开这里。要不你抽管血去做亲子鉴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认真的，因为我和你要怀疑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叫百里，这是你新的身份。搜集和保留犯罪证据非常重要。这是纽扣摄像机，开关在这儿，这里面有500个 G 的内存，应该够了。他们到时候肯定会没收你所有的通讯工具。这个袖珍手机一定要藏好，迫不得已才能往出打电话。知道。无线定位跟踪器一定要随身携带，我们好通过卫星定位找到你的位置。好。从明天开始，无论是否拿到证据，十号之前必须无条件撤离。是。还有一条最重要的。重要的事情重复3遍，您都已经重复10遍了。任何线索和证据都没有生命重要。是。杜队，您放心，我绝不会冒险做无谓的牺牲。刚才跟他交手了，但还是让他跑了。你确定是他吗？对，绝对没错。他的脸已经印到我的脑子里了。那他到你家附近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但是他只要在城里，我就有机会抓到他。好。贾司令，贾司令，你回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都是你收拾的？嗯，我可没法在这个脏兮兮的房间里待上1分钟。你爱干净的习惯倒是挺像你妈妈的。这些奖杯都是你得的？都是拿命换来的。你抓过罪犯里年龄最小的多大？18岁。犯的什么罪啊？我是杀人。你玩这个干什么？
好奇你给多少人戴过手铐？很多。我去做饭。我来吧。啊，不用，我可不想白吃白住。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把碗给打破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就划了个小皮。别沾水了，你出去吧，我来收拾。你好，你好，帮我做一个 DNA 比对。好的。头儿，小杨的无线定位跟踪器一直没有信号，他不会是又网开了吧？不排除这个可能啊。说心里话，头，他有理论基础，没有实践经验，更别说是做卧底警察的素质。这样，他反倒是安全的。头，有信号，快！锁定目标，是。来，把手机都准备出来，准备上交。为什么呀？公司不允许使用私人手机。那我们要给家里人打电话怎么办？我会安排你们和家人打电话报平安的，但不是现在。公司有严格的规定，谁要是敢违反规定，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。把手机拿出来。你那个。我们是来工作的，你至于把我们当贼防吗？就是啊，闭嘴闭嘴都闭嘴，快下车前面，快点。二，信号不动，地点在哪？东郊。还有其他信息吗？周围没有可以利用的监控设备。马上协调辖区警方协助调查。大家都看一看啊，这就是我们公司，也就是大家未来工作的地方。设，赶紧把东西都放一下。好难闻，这好像不是什么正规公司。你们是不是遇上人贩子了？我们要是人贩子，在半路就把你们给卖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在这里，最好都别说跟工作无关的事情，把嘴都给我闭上。听到剧本啊，三哥好。大家好，欢迎加入我们公司。你们都是来打工赚钱的，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好。在这里，我给你们提供免费的食宿，你们只需要拨打电话，月薪5000元，而且每成功一笔，还可以得到10%的提成。打什么电话这么赚钱？哎呀，小姑娘，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电话。不可能吧？就打个电话就这么赚钱，还这么防着我们？三哥说好了，犯罪的事儿我不干。你凭什么打人啊？住嘴！你们只有两个选择：一是乖乖的工作，二挨了皮肉之苦之后再工作。
可是等你们的钱赚得足够多的时候，我就是让你们离开，你们都不会离开了。不信的话，问一问身边的老员工。好了，既然没什么异议，那你们就开始愉快的工作吧。干活，快坐下。干活，都看你们的剧本吧。阿明吧。哎。啊。三哥是这里的老大。他是二把手。那一把手是谁？听说叫泰哥，很少出现。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？你就不害怕吗？我来几个月了，刚开始是有点害怕，慢慢的就习惯了。哎，别说了，看剧本吧。您好，这里是广发银行，您的资金账户有风险，需要系统升级。恭喜你中奖了，小金。啊，你好，我是您的老同学啊，罗静。啊，把这个月的房租打到这张卡上就行了。您好，这里是广发银行，您的资金账户有风险，需要系统升级。抽这样花五万块钱买你一条腿。啊，把这个月的房租打到这张卡上就行了。您好，这里是广发银行，您的资金账户有风险，需要系统升级。抽这样花五万块钱买你一条腿。您好，这里是广发银行，您的老同学啊，罗静。红姐，怎么了？问你个事儿，真有那么多人上钩吗？那可不，就前几天呢，我用一条短信和一个电话就搞掉了50万。50万？啊，嗯，那他可惨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呀？他长一脑袋又不是为了显高的，得有智商才行啊。喂，你好。我收到短消息了，听说你们那里有便宜的二手车啊。啊，先生有啊，你想买一个什么价位的呀？价格呢要低一点，车子呢要好一点。先生，我们店里啊刚到了一辆二手的宝马X5，最主要的是才跑了5万公里，价钱特别的便宜。那太好了太好了，可以啊。那您先看货试车，您要是觉得满意啊，咱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车，怎么样？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你们那几个人啊？就我跟我表弟两个人。阿刚，帮忙。好。红姐。你怎么让他看货试车？看我的。搞定。好。喂，先生，您在哪儿啊？我现在在新湖街和苏虹路的交叉路口。你们在哪里啊？我也在新湖路上呢。哎，你有。哥说开车接电话呀，会把警察给招来，不太方便，让你快点给我们打款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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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看到了吗？就这么轻松，短短几分钟，10万块钱就到手了。原来这么简单。红姐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去吧，快去快回啊。
人接呀、啊？继续打。杨小美冒险发来的短信，一定案情重大。我们来报案。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有完没完啊？我在忙着呢。你怎么不接电话呀、啊？电话是你打的，你怎么会有我号码？快说，怎么回事？警官同志，我想买个二手车，我被骗了10万块啊！把对方的银行卡号告诉我。快点快点！他家里我翻遍了，他身上我也翻遍了，真的没有。会不会在办公室里啊？如果他发现这个东西，案子早就破了，他也就不会被调出重案组了。我再给你一天时间，把这个定时炸弹给我找出来。那10万元已经被分成5份，转进5张不同的银行卡内，每张卡再次分成2张卡。第二次见面就给你添麻烦了。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取走钱，而是要折腾这么多次？因为国内卡在国外取现，每天最大限额是10000元。明白了，他们想在短时间内取走卡内的巨额现金，只能将钱分解成无数个10000元。对，行骗的那张卡叫一级卡，取款有专门的取款团伙，他们有一个庞大的提款网络。在超短的时间内将一级卡里面的钱分散到2级卡、3级卡甚至4级卡，有的时候还会牵扯到上千张卡。这得需要多缜密的一个大脑，稍有疏忽就乱套。这些卡一般都是一次性的，但我在查账时发现有张卡在2周前有过1笔10万元的入账，但很快就被分成5笔2万元转出的记录。这说明他们当过一次过路财神的。马上帮我查一下这笔钱是从哪张银行卡转过来的。好，就是这个卡号。小吴，马上查一下这张卡有没有报案记录。好。你在怀疑这张卡有可能是2级卡或者3级卡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咱们顺藤摸瓜就能查到他的1级卡，从1级卡顺查下去，就能掌握对方的整个取款卡的网络。头儿，你猜对了，没有报案记录。太好了，他们摆秘书，正是咱们的可乘之机。看来，今晚咱们得加班了。怎么样，头儿？这个犯罪团伙的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，肖队可是带人查了半年都没有头绪啊！没想到咱们来钓小鱼，却让鲸鱼给咬了钩啊！你看，犯罪集团的取款网络全都排出来了。是想让我喝点啊，喝点就喝点，等会咱俩要好好聊聊啊。来，喝一杯。你妈呀，特别讲究卫生。那时候啊，我们常常为了洗衣做饭这种小事儿吵架，一生气吧，他就要分手。后来他真的就走。哎，我不怪他，我这个人啊，脾气不好，毛病也多，谁跟我都遭罪，他走了也就解脱了。你爱过他吗？当然，但是我总有办不完的案子，抓不完的坏人。我能怎么办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抓害人有瘾呢？那怎么可能？我倒希望有一天再也没有犯罪，再也不用抓坏人，哪怕我失业了也没关系啊！真的。现在想想，你妈真是个好人，
我配不上他。我觉得也是。这一辈子，我对不起两个女人，一个是你妈，另外一个是一个女孩。谁啊？她是我的一个当事人，今年才20岁。因为我的失误，到现在还躺在医院。那她一定很恨你。我倒希望他害我，因为那样才会有直觉。他现在一直昏迷不醒，只有呼吸证明他还活着。你很自责？非常自责。所以你经常失眠，即使睡着了也会被噩梦惊醒。是啊，我不敢闭眼，我甚至都不敢高兴。我觉得我过得高兴了，都对不起躺在医院那个女孩。喝吧，喝醉了会舒服点。喝。哎，帮我查一下这里边是什么内容。好，头，这个文件加密了，密码是多少？我哪知道密码？你问问主任就知道了。主任在医院躺了一年了。头，这是那个女孩的 U 盘。对，没想到她藏在公仔里，有没有办法破译？我试试。一般的文件我都没问题，这个不行。我用文件修断器也看不到加密后的正式文件。你不是电脑通吗？电脑通也不是万能的。我不管你有什么招，我要知道里面的内容。贾飞啊，喂，头，密码破了。里面是什么内容？许多的电话号码和银行卡号，还有金额和日期，这是犯罪团伙的多笔犯罪记录，都是通过网络电话拨出去的。马上帮我查一下网络电话服务器的具体地址。查到了，出发。这是一整套网络电话系统，一定要给我查到做这些服务器的公司。是。喂。情况有变，我不能按照原定时间撤离。
绝对不行。喂，头，小杨怎么了？他说，团伙的大头目今天会到，他不想放过这个机会，所以撤退的计划延期。哪来的手机？三哥，我错了，我就是想给我妈打一个电话，就从红姐那儿偷了一个手机。糟了，小杨可能暴露。变声器给我。喂，小丽啊。是小丽吗？妈妈身体挺好的，你放心吧啊，在外面工作好好的啊，妈妈会的。我错了，三哥，我妈病了就一个人，我太担心她了。我错了，三哥，红姐，我错了。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，你就没命见你妈了。喂，啊，是，差点害死我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种事情要再发生，我绝对不会饶你的。行了，别哭了，赶紧出去背剧本吧。泰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服务器全部没收，人也都被抓了。看来警方是拿到了 U 盘，并且解开了密码。那咱们该怎么办？该来的终归会来的，慌着吧。通知大家马上搬家。是。大哥好。泰哥好。泰哥原来是个女的。大家收拾一下，准备搬家。又搬家？这个月都搬了三次了。你们搬家，我回家。你说什么？我只想找份正当工作，不想这么提心吊胆赚钱。我不干了。既然他想回家，就送他回老家吧。是。哎，泰哥，别呀，我把他装进汽油桶里面，灌上水泥，沉到湖里。哎，救命！泰哥，泰哥，我走，老实，泰哥，走。头，有新情况。租网络电话服务器的家伙在美国，我们以狡兔的名义和他们沟通，说我们的电话输出有问题。他们说国内的几家服务器同属于一个数据中心，其他的服务器并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。几个服务器？嗯，真是狡兔三窟啊！我核实了一下，这个网络电话服务器和小杨使用的网络是同一个数据中心发出的，并且没有发生短跳。也就是说，小杨卧底的那个窝点也牵扯到917电话亭凶杀案。他们追杀那个女孩，就是为了拿回他们的犯罪证据。初步可以这么断定。没想到，这两个案子竟然交集在一块儿了。别跑了！你是不是要找他？我觉得咱爷俩应该好好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父子一场，
看在我为了救你差点送命的份上，咱们不能谈谈吗？我骗了你，我不是你儿子。我早就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是警察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什么？亲自鉴定结果。对于一个网络黑客来说，简直就是小 case。哎，你好，帮我做一个 DNA。以及你的出入境信息。最让我难过的是，我打心底里不愿意去怀疑这件事，差点就相信，甚至有几次都被你感动。现在想想，是我太脆弱了，渴望家庭的温暖，才让你趁虚而入。我除了不是你儿子之外，我说的话都是真的。有真的吗？当然有了。我不知道我爸爸是谁，我妈妈是台湾人，卖鱼丸的，在我八岁那年就死于车祸，直到泰哥收留了我，供我吃穿，教我识字。泰哥是你干爹？泰哥是女的，但他让我叫他干爹。孩子，走，我带你去见个人。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。这就是那个一直让我愧疚的女孩，也是公仔的主人。我干爹跟我说他带着资料逃走了，后来资料落到你们手里，怕你们发现，让我来拿走的。你这么聪明，你怎么不想想，如果我知道有资料，怎么可能一年跑不了案？难道你干爹没有告诉你，这个女孩已经在这里躺了一年了，有可能一辈子都会这么下去？不可能吧。看来你干爹做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事。不会的，他只是贪钱，不会害人的。我们找到他好，你应该相信，就把它当成咱们父子之间的信任。你这边显示，仔细看看这上面的数据，和我这上面全都是对上的，还有这些剧本全都要背得熟熟的，好吧？以后我打电话的时候呢，你自己控制。喂，赵先生吗？这里是云南省景洪市中级人民法院，这里有您的一张传票，请您于今天下午4点前来领取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先生，您向招商银行申请的信用卡已经欠了9580元未还，招商银行的法律部呢，已将您告到了我们的法院。此案件我们已经交由公安机关侦办了，并向您下发了传票，要求您到案接受调查。不可能。我就没去过云南。这样吧，先生，我帮您先做一个登记，稍后公安部门办案人员会和您联系的。好，好。二线，有鱼咬钩。喂，我是云南景洪市公安刑侦支队的民警刘毅，我的警号是045672，我找电话机主赵乾坤。刘警官，我就是。我们在侦办920特大金融诈骗案，招商银行告知您恶意侦办信用卡，并恶意透支不还款。我就从来没有办过什么信用卡，我以前身份证丢过，一定是有人冒用我的身份证信息。刘警官，你一定要查清楚啊！总部，请帮我查询赵乾坤的个人信息，身份证号是13019860901504，疑似个人资料外泄。遭人冒名申办信用卡，请查询他的名下是否有其他非法业务。好，好。喂，赵先生。我在，我在。那桩金融特大诈骗案嫌疑人已经落网了，你的身份证涉嫌非法洗钱600多万，并支付给你10%的手续费，已打入你的银行卡，我们现在有权冻结你的所有账户。
我就从来没有参与过洗钱，你们千万不要冤枉好人呐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把电话转接到负责这个案件的检察官。好好好。开工了，开工了。来了，我是景城中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，我姓陈。啊，我听市局小刘说了你的案子。陈检察官，您千万别冻结我的财产呐，否则我的公司就瘫痪了。赵先生，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呢，这法律是讲究证据的，你现在是诈骗犯罪嫌疑人，哎呀，要想转成被害人的话，必须得录制一份被害人的笔录。这样吧，为了防止电报。短信什么内容？只有五个字儿，千万别上当。赵先生，你有危险了。实话跟你说吧，联系你的人很可能就是侦办920金砖案的警察。如果我证明你的资金没有问题的话，会搅了公安人员跟踪已久的大案，这涉及到很多人的升职问题啊。哎呀，系统内部的事情我也不便跟你多说啊，相信你懂的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你把给你发短信的手机号码告诉我，我看看是不是熟人，帮你协调一下，好吧？电话是13911881416。小队啊，真的没有办法联系到你干爹吗？我干爹电话号每天都换，我向来都联系不到他，只能等他联系我。那他一般多久跟你联系一次？之前每天都打电话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直没打来。小吴，哎，如果他不打电话，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追踪位置？追不到。是的，是我干爹。尽量拖延时间，快！大哥，有我们。喂，干爹 ，U 盘我拿到手了，就在我这儿呢。干爹，你笑什么？枉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竟养出一只白眼狼。现在是不是在警察局啊？信号中断了，就差一点就追到了。江司令，我知道你有办法。我们有人在他们那边，如果不尽快找到他们，我们的人就会有危险。你不希望再有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？好吧，我试试。头，我都追不到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刚才用的是网络电话，我。
大哥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没有，大哥，大哥，我没有。把他绑起来，扔上天台。大哥，我跟了你那么久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？大哥，大哥，看还是放他。他不会蠢到用自己的电话报信。你们都替他求情，都想当内奸是吗？阿峰，留下三哥跟阿刚，其他人通通都给我绑起来扔上去。是，不要我大哥。把他们全部带走。贾司令，你确定你干爹就在这儿吗？确定，定位误差一米之内。好生可畏啊！陈检察官，你让我办的银行卡和网银我都办好了。你不要挂电话，把电脑打开，接收我传给你的文件，把你的 U 盾插到电脑上。我们现在开始远程检测你账户里的资金是否安全，并为你做安全防护设定。上面显示要输入一组数字，输进去就行。好像是转账用的口令码。赵先生，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能进入你的账户检查资金呢？要是不用密码就能做安全防护设定的话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你本人配合呢？我这可是义务帮忙啊，你要是质疑就没什么意思了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你自己摆平吧，我还有其他事情。陈检察官，您千万别生气，我是不懂才问的。这种案子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很多，错不了。赶紧说吧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输了，陈检察官，您一定要证明我的清白呀！好。啊，赵先生，我们进行整套资金的安全检测和防护呢，大概需要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后我们会联系你，请保持电话畅通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个，到账了，2100万。马上通知取款集团，我需要大量水车提现，马上。已经联系过了，可他们说没那么多水车，只能分两天提啊。我怎么可能等两天？谁知道这两天会发生什么？老师啊，快点！想干什么？快点！快点！我犯法的，你们！快点！等等！等等！等等！来，坐好了。你们是犯法的！快点！干什么？快点！给我拿好了。校对报告，查一个叫赵乾坤的人，以及那笔钱到底去哪儿，并查他的二级卡。只能等过了12点，再次用这套取款网络提现。二次利用一套网络取款，他们不会犯这个大忌吧？钱少，他们不会这么干。可这次是1000万呢，值得冒险。我看咱们就守株待兔。赵经理，哎，
卡里一旦有进款，你们银行立即冻结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这边有进款。我这边也有。他说我也有进款，立刻冻结所有进款。好，小刘，快马上冻结。是。喂，什么？水车全被冻结了？1000多万呢、啊，这不是割我的肉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你他妈的造成的！你别想拿什么替身，你还得包赔我的损失。
你跑不了了。给我一辆加满油的车。给你车，你能跑多远？我是跑不远，可你要是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引爆炸弹，让他们陪葬。别乱来啊！放下枪，后退。杜队，别放枪。原来你是内奸。我是警察，你今天跑不掉的。看来你是不想活了。开枪，杜文！当年要不是因为他们，那个姑娘不会还躺在医院里。停手！你开枪啊！还犹豫什么？如果你今天让他们跑了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我会拉他做陪葬的，让你眼睁睁看着你同事死在你的面前。杜文，开枪啊！别动，把枪放下。放下枪，杜文！你不是说过没有女人理解你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理解你，因为我也是警察。开枪啊！你还不赶紧起来！站住！别动！怎么了？赶紧把人带好。哎，这里有紧急行动指令吗？你这个人没受伤啊？胆子小。刚才在里面胆子不是挺大的吗？安抚你。这次是真的疼，搀不得扶不得的，救护车还没到呢。啊，哎，说一声，我晕针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晕针。如果说我这次真的因为失血过多晕倒，你就直接把我送医院，是一样准好。知道了，一定把你送医院。赶紧上车吧。是个值得信任的好警察。我算是个好警察。当然。哎，问你件事，那天你说的那话是真的吗？什么话？你说你了解我呀？演戏呢，看不出来啊。那天我去看贾斯汀了，聊的都是关于你的事儿。说我什么呢？那么想知道，下回去看他的时候自己问他。你现在去的比我都勤，你们俩关系够亲密的。一般般吧，刚改口管我叫他妈。真的？嗯。哎，看在我是他干爸，你是他干妈的份上，告诉我。他说你怕黑，睡觉从来不关灯，外表看着刚强，其实是个需要被人呵护的小男生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想知道啊，还得请我吃饭。没问题。上回都贵。是一个礼拜。真的。
Thank you.